要准备二胎了，知道吧？要备孕了。郑胖子啊，郑胖子多重了你现在？你有啥资格叫我郑胖子？你自己也是个胖子。我怎么胖了？你看你肚子那么大，天天说运动，运动到哪里去了？又没有一个人说我是胖子，都说你是胖子。那你有优势啊，你脸小呀，知道吗？你看你现在多重了？老实找来。100多斤啊。100多少斤？100多斤就是100多斤啊。我知道。125斤。没有。绝对不可能。没有。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来找我减肥的时候，你就是125斤，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时候。没有。那你多少斤啊？我真的现在我也有150斤了，130斤到140斤维持了十几年，结果今年过完年到现在胖了10来斤。不行，年年说要运动运动，说呀我要把腹肌练出来了。你的腹肌呢？来看一下肚子。真的胖了好多。不要吸嘛，你不要吸呀、啊。我还是可以的，好吧，这身材，但是真的很容易胖起来。我发现男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就特别容易胖，比女人更容易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觉就不需要通过颜值来衬托自己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天气要热起来了哈，我们两个人要稍微动一动了。我们两个要不要立目标？立什么目标？今年开始运动。好啊。那行啊，那我们现在去挑运动装。走啊。走，收拾行李，刚好要换酒店了。我们这次要在杭州待10来天嘞。我都有点想外婆了。小区每天跟外婆外公在那里，挺开心的。好像。好，也不需要我们哈。是的，他还是想的嘞。他每天打视频的时候都在那里，爸爸妈妈，吹着个嘴巴，很不开心的样子。走吧。我的东西收好没有？你的老子给你收好了。每次只知道收自己的衣服，就给我带了一套过来，我十几天就穿一套衣服。我给你带的最多，我自己每天穿这一套。今天刚好去挑姐姐运动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好要换了。走喽！我现在过来来挑选几件适合穿的衣服，因为天气热了，感觉是去年的 T 恤配不上今年的自己。不是，但 T 恤一收，感觉就不喜欢穿了。是啊，就 T 恤反正一收，在柜子里面一放，过了一个冬，今年一穿就褶褶皱皱的哈。可是你买了要运动啊。我会运动的，我会运动啊。我会运动。把你个肚腩。哎，你说你自己，你说我，我这个肚腩也要小点，是吧？啊，走吧，去挑几件。这里的款实在太多了哈，是的，眼花缭乱了。但我们挑了还挺有意思的几个款，我来穿一下好不好？可以。你也可以试一下，是男女同款的吗？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挺好看。我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对。
的哈。我们直接就把这衣服穿走了。现在天气热了就可以穿了。对，我们带来的都是长袖，发现在杭州的话突然之间天气就热起来了。再买几个运动鞋是吧，运动裤就跑步起来。我们是要运动运动了。我们先买好衣服，又到了另外一个酒店入住了。今天给你按个摩，我有一种好恶心的感觉。对，我也感觉今天衣服还可以啊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给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就品牌的运动服，明天上午九点，每天上午就开始啊，你起得来不能？肯起得来呀。那就上午九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一起来学学看。好。